嗨，看看我的衣服。哎，听说今天大学申请一阶放榜啊，大家辛苦了，辛苦了。至于我的申请结果，我今天脑中一直有一些文字，然后我刚刚把它写下来，花了大概5分钟还是10分钟，用了一点旋律，对，然后我要来唱。这首歌的歌名叫做《申请过了，再准备备审了》。Hello。一年前，爸妈告诉我考得上台大。一年后，我发现自己没那么好，从最初模拟考到最后的学测，我的成绩始终那么的填什么志愿？繁星刚好锋芒，一边要做备审，我还有段考要读。当我关心繁星上的同学时，他竟然跟我说，我都有大学了，读什么段考？听到这句时，我的理智像直接断裂，人到一阶放榜，我以为幸福又来了，却没想到我填的6间大学都没有上，我备审还快完成了。